今天工作做完了，我看你这儿也没什么事儿了，现在我可以走了吧？等等。哎，你干嘛？哎，你干嘛？我现在有事了吧？你是谁？密码怎么还是这个呀？这样不太好吧？这是你的生日，好记。看你没什么事儿，那我先走了。暂伴月将影，行乐须及春。林老师，能否请您月下跳支舞呢？我给你把这披上了，行吗？谢谢。今晚的月色真美，不知能否请林老师陪我一同赏月？暂伴月将影，行乐须及春。林老师，能否请您月下跳支舞呢？但现在是秋天。美人在侧，春花秋月都一样吗？李同学，我们打个谜语吧。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，来成语。学生不知，还请老师指教。师出无名，今天有说出为什么要给你跳。到这儿吧，我家就在前面，先走了，谢谢你送我。刚说过你，那我也不能不管他呀。不管你了。亲爱的，我给你熬了姜茶，你快喝点吧。谢谢。你这昨天晚上是闹了多大的动静啊？好好的一个医生给折腾病成这样了。还不都怪你，非要让学生送我回去，你这就不机会师生恋了。不是，他怎么把你弄成这样呀？我找他去。人家李同学非要吟诗作对，对月起舞，我就是一俗人，受不了这个，就先走回去了。什么？你走回去了？多远啊？还好，公园
园也不大，就一万多步。我跟你说啊，李云深不适合，这好男人多的是，但是慕天不适合你。嗯，喂，江晨。不是，那你穆总现在是什么症状啊？好吧，那我先要过去看看。刚说过你，那我也不能不管他呀。不管你了。林医生，我都难受了半天，你怎么才来啊？要个工资的。对不起，路上堵车了。你永远不要对我说那三个字。你怎么带病行医啊？你这是行凶。躺着。林医生，您醒了。你怎么走路没声音啊？吓我一跳。林医生，麻烦您能不能照顾一下我们穆总？他怎么了？发烧39度，这么严重，你怎么不早点叫我？他在哪儿？你这孤男寡女的，你们穆总又怎么那样？你们就不怕？你是不是想见我？不要脸！林夕呢？慕天的人把林夕带走，到现在都联系不上。你们到底要对林夕做什么？有什么事冲我来？我还想问你干什么呢？慕天是感冒易感群体，你们都知道，现在还派个重感冒的理疗师过来。慕天现在肺炎都快被你们害出来了。我们林夕被你们这群公子哥羞辱，现在还要给你们去看病。好啊，我们不稀罕你们的臭钱，现在就解约。解约，解约是不可能解约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解约。秦昊，你闹够了没有啊？这事从一开始就是你挑起来的吧？林夕现在都那样了，你为什么总是阴魂不散啊？我只是个吃瓜群众，他俩这波好吃，真香。
光，你当初为了慕天和我绝交，说好老死不相往来，怎么现在就为了吃瓜来见我？当初你为了占林夕和我说分手，现在却打着林夕的旗号过来找我，你是不是想见我？不要脸！别走啊！